啊，是安怎要灌溉？你啊灌溪，你住伫咧讲个后面，伫你遮说个生活，你要安怎灌溪？哈、啊？啊，个对啊，无对一句尔尔。啊？啊？放弃？免怎放弃？即摆我问你讲是光个暗，即摆现在？即摆现在光个暗嘛？嗯？加遐奇，无光无暗，你有看到我无？啊？你敢有看到我阿嫂有一个无暗的？嗯、啊，啊无光无暗，比如迷迷茫茫安尼。啊，哎，个对个对，啊，那么这个怎样？他都要讲放弃是要丢啊，要丢啦，放下，放下，哈、哦，管他去光，管他去暗，暗甲光，咱的心拢拢同款。光嘛安尼，暗嘛安尼，这就放下，才出来呢，啊、哦！所以讲，变光就去光，暗就去暗，我心无所着。嗯，心中是拢爱对在地方，直对去，你对我，我对你，你对我，我对你，安直对。嗯，你讲念佛是谁？啊，这都该直对哦。啊，念佛甲遐动起来，无声音嘛？哎，他拄啊念的念佛是谁对答去？念佛是谁？啊，迄、那个谁哩对答去？来，我再问一下，即马这支针头啊，这边面顶啊，这边面顶，这个面为面顶，按记形，啊，天顶第一边，对吧？对吧？这边面顶还是这边面顶？好嘛，来，来点点。啊！啊！是这边面顶的，这边面顶啊！看看嘛，嗯，嗯。对他讲起，啊，无对咱涂骹讲起嘛好啊。呵呵呵。啊，你讲光暗都随在一起啊，那要要好一个这边面顶，这边面顶。你讲无头脑，无头脑破开看卖好不？看你头脑有无？啊。这样呢？这边云顶，这边下边，这是颠倒凡夫人作真，颠倒凡夫所认定的，其实合乎也无面顶，也无下边，安在无？啊，这边嘛唔是面顶，这边嘛唔是面顶，拢袂当好讲，安尼才叫做。无量的光明超了空间量，超了空间量，无量光明。啊，你有这边面顶，这边下边，安尼又搁再有三心来立了，三心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三心立住，咱又搁再去哦，这个时间来甲咱绑来生死，
你会当三心不可得，啊，无过去心，啊，无现在心，嘛，无未来心。所以，咱从这个三心要安怎样啊来甲立住？这过去做过去，你过去心咧痛啊？啊？过去心痛啊？听明？嗯。这不甚是讲啊，讲啊，你你定个摇头去啊，摇头嘛，阿弥陀佛都对，啊，这个过去心一句阿弥陀佛啦，现在心嘛是一句阿弥陀佛啦，未来心嘛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咱叫做立三心一地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就通天彻地成功，啊，无量寿。所以欢喜超空间量无量光明，地力超时间量无量寿命，合力十方圆照，安尼叫做阿弥陀佛。咧白天念佛法门的人，伊捌这句话无？唔捌，唔好学白天。啊，这里讲是，这里就甲禅同款咯。所以讲，就念佛禅，念佛禅叫做常常禅。啊，咱呢也要念佛，咱安尼哎，家人也要讲才好。啊，啊，人若叫咱讲啊，你唔好啦，我系啦，你我这唔好，啊，你较好，啊，但你修看修，我看麦，你现这世人你先修好，我看你会成功未？唔是对文字的哦，对文字的无路用。看你念的是啥？你修会当成功无？修解脱无？学佛是要修解脱的尔，是最要紧。所以讲，法界通化分第十九，这个法界这个安怎去通化？十法界拢总都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。啊，咱凡夫是骗计所执性，凡夫骗计，咱凡夫都看到啥起念头就执着，看到啥物货起念头啊就执着这项工作，所以叫做骗计所执性。啊，来学佛啊，就彻底了解依他起性，那无别项，譬如讲。咱这间法华寺现在可以起起来，只有铁筋可以起这间厝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石头啊，还有呢？沙，还有来？水，还有来？还有工人，都多少小依靠才有一间厝会当成功呢？啊，咱要来念佛，嘛都一间道场来，予咱念，依靠一间道场，咱就依叫做依他起性。啊，咱来念佛，大家来念咯，才完成实相。好，即马来来只念佛啦，啊，念到咱心都真会当甲阿弥陀佛。相应安尼完成实现，安尼这里就叫做法界通化分第十九分。须菩提，以意因何？须菩提，你意思啥款？老人满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以用布施，七宝啊，这里才有讲财施，就是。金银财宝，无意思就是用咱的身躯、咱的心去布施。啊，法师就是来讲道理予人听，但是后讲世间法，参如讲，有一挂较早有一挂在乱动的咧讲出来咧讲显示。你说你捌看无？乱堂出来菜市啊边啊，就搭一个台啊，在讲禅师有无？啊、哦，
嘿，伊嘛咧讲，伊嘛讲道理劝化，但是伊咧世间法，也有当时啊，家己无以身作则。较早我住伫我隔壁一个姓，甲你共姓，卖讲姓，哈，甲你共姓啊，卖讲姓，歹势，啊，洗衫，啊，我的衫拢伊家提伊洗。你有咧迄落西洋式，啊！一摆我都特别爱衫，啊！伊也袂敢掀，啊！我都去甲掀衫，去安尼偌大声伫咧吵因某，安怎吵因某呢？伊叫因某去灌一罐酒啦，对面遐呢，啊！因某都俗语土语讲，蹬脚床啦。徛大汉啊，甲人讲话啊，就讲平坐啊，就讲到在讲到煞未记咧，讲因翁伫厝内等迄罐酒，毋知等偌久啊，毋知影啊。迄当阵啊，因某才赶入去，赶入去时才在咧甲吵啦，讲你是甲长山关系无？啊？吼，我大顶长啊，就在咧吵，啊，我都去，哎，无咪人啊！啊！你去咧咧讲善事，咧咧叫人讲唔好饮酒，啊、哦，也阁唔好派生地，唔好安尼错人。啊！你叫人唔好饮酒，你咧灌酒咧饮，啊！你阁派生地咧错饮太太，唔安尼那对，讲啊，咱是叫人唔好饮，就是咱唔好饮。啊！啊！这个案就错过去啊！迄阵啊，真正济。啊，较早咧做电影的编书，编书迄个是啥？较早做电影的编书啊，人人咧做电影的时，伊伫遐咧解说迄个，迄个叫做啥物啊？啊，因迄个拢，迄阵啊拢出来咧讲善事，迄嘛是法师，但是家己无以身作则啦。法师是法师，无以身作则。那佛教，你要讲经给人听，爱以身作则，袂使咧你家己无做，叫别人做。啊，人做，咱爱先做互看，啊、哦。所以讲，这里讲善事啊，啊去劝世。冇看真济人爱要修养，那是迄是世间法，未当了脱生死。佛教的出世间法，这里了脱生死，啊，加咱生死问题，这个、叫做法师。搁再来啊，金银琉璃玻璃珍珠玛瑙璇珞，这七项去叫做。七宝，啊、哦，七宝去布施，这个布施的功德偌大？咱来提一丝仔来去布施，就不得了。就像亲像三千大千世界，遐尼啊济的七宝来去布施呀，这个因缘得到偌济哦？是人亦是因缘，伊所得到福偌济福？这是孝，得福多孝。莫得福多不咯，得福多孝。二是世尊，嘿，二是，十法界当中二是世尊啊。亲像世尊，你即马伫咧讲，此人已是因缘，得福是唔多，得福是真正济，不得了啊！用三千大千世界，莫讲啥，咱啊自己就处呢。一罐来都好，一罐来做珍珠，也是做玛瑙，啊，摕来去布施，哦，讲到不，这大家都讲，哦，你讲到无量噶，不是？嗯，标界240页，第一本文呢，上尾啊第二行，尾啊第二行，利息利上利息。理想分第二十第二十
这个《金刚经》啊。